请注意安全。Please act to the bus in order.直接吃吗？还是要再挤？可以直接吃吗？还是要再挤？直接吃，直接吃。三块钱一串。好些串嘞，三块钱一串。娘的，想给他串。二十，你的二十。它会很辣吗？会不会很辣？好累啊，累坏我了。现在是3:51哦，今天是大年初四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好累啊，坐了3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哦，坐的震都整个腰都震闪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往前走哦，就是这里有个古镇，我觉得今天我的目标是2个古镇哦，就往前走。然后，哦，这里还有公共厕所，希望里面也有啊。我现在就先不上厕所哦。昨天我有那个去那个眉山那边，然后就过劳了，就把我腰给搞闪了哦。我想说可能要去买一点止痛片之类的，主要是我强直换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，就是。一直往下哈，就是有个古镇，这边据说是没有怎么被开发过的。这里叫唐昌古镇还是什么古镇？唐代的唐哈，昌就是黄龙昌盛的昌，然后
应该也是一个挺有味道的地方吧，因为我看整个过程是网上炒作的不多哈、哦，一般我觉得这种不炒作，他可能都还有人过来，一般都是真材实料的。好，那我就一直往前走哦，就是，哎呦，这么多天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好好吃过那个当地饮食哦。好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文化特色哈、哦。好，那个南昌西粽子。然后看到了吧，他们在这边泡茶哦，这个架势真的是很够厉害哦，估计他们在整个春节的时候，当地人都是这样做一个茶座哦，当地人都这样做一个茶座打麻将。超级多人的，整片都是哦，就很有松散感，就是当地人都喜欢打麻将哦。哎呀，为了我的电源考虑，我现在就接着往前走，因为我今天配的那个充电宝可能只够，我不知道能够开几个小时。这边居然挺多宠物店的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宠物店呢？然后可能糖油果子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的特点哦。我想这个古镇估计走下去也是好几个小时的状态哈、哦。我们第一次就先沿着这种探索的方式看看哦，就是关于古镇的一些状态。他叫我往前左拐还是右拐？我看一下，有没有个路牌去看看。哇，我腰稍微一走就痛的不行了，但这里又没有别的。左拐，这里有没有别的？经络锅盔哦，他们这边在买锅盔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川娃牛肉，然后这里是在卖锅盔的，老丛林锅盔。我们去看一看吧，反正正式没拍，遇到吃的就很积极。看到锅盔脚都走不动路了。这个吗？来一个五，这个吗？这边。好，我们到。要剪成一个面饼，然后里面可能就要那个。我先给你顶到这玩意儿。涂那个，你看现场做的话，你看涂啥？涂油是不是？应该是猪油还是六？我们要前身看一遍哦。好，我们看成品。这里已经做好的哦，就是做好的锅盔啊。好，所以他们要分放出哪一些是在猪肉，哪一些是牛肉。然后这边是小姐姐开始在现场在做那个把锅盔剪成一个面团哦。在中国内地用现金的比较少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前面对了，是不是刚才给了二十二吗？就是找你老师傅的，那两个是这锅嘛，哈，对呀，就是非常有味道，棒。中间那个是牛肉哈，一单烧那个。微信收款15元。还有肉是牛肉，是红色的，猪肉呢，它就是。就是别的颜色哦。好，那我就不太多那个做美食频道，不太多那个，他要剪一下。瘦子，你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个是哪里？哎，我是小妹，那个是猪。哎，猪肉不得芝麻，猪肉不得芝麻，这儿要一个，还要个咸鱼包。那行，那都是平了的，哪有嘛？你说我有什么卖钱？我能闷。人家一句话我听不懂啊。是不是？十个是不是22？22。可能那么钱。这个哪里？上视频了，上视频了。5元，6元。这是22元。好，我先付了哈，给我管吧。哎，好。这都是便宜盘。
然后大概就是包肉在里面。这个在本王馆叫烧饼嘛，然后我其实对这个也不是太迷恋，就觉得偶尔吃一下可以，但是让我当主食，我觉得还是炒米粉啊、卤面呢、啊、更舒服。这个我还不建议搞动。两个猪肉啊，两个猪肉就三个多一点。这个为什么要搞两层？吃下去，要得是猪肉一层。啊，这个都第二层搞一种白色的，所以猪肉一个是5块钱，两个猪肉是10块钱。5块钱算比较便宜，因为在成都猪肉都要6块、7块啊，牛肉是8块好像。7块8块，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实际的看一下，说关于那个他们这边的零小吃哦，就是锅盔的一个制作过程哦。嗯，反正就是遇到哪里看，然后他现在上肉片嘛，原来是要剪一层那个，然后再上肉片。大家看一下这肉片，就是要摊薄哈、哦，就是它不是整个团剪在一起，是慢慢摊薄。这个肉也是要肥瘦相间的，不能说全部是瘦肉。我估计这个就是在烤的时候，它会有热量会让油脂就是渗出来，然后让面粉就是嚼劲，就不会太，就大家知道就不会太那种老哦，又让变硬变饼。如果硬的话，就会像欧包一样，就太老太硬。这姐姐她的手法很干练哦，你看这个，她也不用面粉。用油就可以了，就让整个那个变成一个小小的面团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牛肉，黄色的。黄色的这个上肉哈，然后我就基本上就耗在这边好几个分钟了，看他做现场做哦。姐姐好厉害，她的手法很熟练的。大家没发现两个夫妻应该是，就是老板夫妻一起的话，我猜他们是夫妻了。老板夫妻一起都是用右手的话，再看一下，就是要把它压开，再碾成一个饼形状的。这真的很考验，就是手工哦，就是这机器做应该也是可以，但是。那个设计应该很复杂吧？哦，它上面还要沾一个白黑的芝麻哦，所以它猪肉跟牛肉区别就是牛肉上面有沾一个芝麻，猪肉没有，所以它这样子就在挑的时候，烤完挑的时候就不会出错哦。或者说，看待会看看猪肉最后面会不会沾一层黑芝麻，我也搞不太明白哦。因为这是第一次看他们做这种。就是锅盔的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嘛，哎，真的是手法流很快，超级快的。他说1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品了。还要再上不多？还在上面呢。啥好啥好，刚刚也吃饱。我要买这个。你要买这个，这不走就饿。我看一看这边烤了。
现在都机器人了，所以就省掉了很多工艺。要不然以前烤炉还要加柴火，还要看温度表，温度表控的温度。这个好厉害，应该是表面要先煎一下，然后在那个把小车给我扔了，那个。哇，这个油脂含量很高哎。大家看到就是很耗油了，但是也很浪费时间。你看，先炸一下，可以先炸完之后再烤。哇，真的很费功夫。那天我说，天我就不炸点稀物，炸炸的就拿手。你看，有加一个黑芝麻，这样就可以标识说，它就是牛肉的。如果没有黑芝麻，是猪肉的。我猜是这样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样的，搞不清楚啊。这红中心有一个黑芝麻的。哎，好像我这个都有黑芝麻，我搞不清楚。看它那个整形哦，外边就是做成一圈的圆形，这真的很厉害哦，手法很成熟。是很熟练哦，娴熟，直接看手速，应该是你看，就是没有黑芝麻，就是猪肉哈、哦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其实叫老板还是挺耐心，因为我在这边拍，他也没有对我太多的意见哦，就是默默的，就是让我这样子，来看他的工艺哦。因为我觉得这一般人做不来的，你看他好像行云流水，就是这样啪啦啪啦啪就搞定了。换成普通人，我觉得很容易翻车哦。用你整形还有油被容易烫到，但在老板手里面一切就变得很合理了，就很简单合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猪骨现在5块钱，人家的那个工艺啊，就是费的时间也是比那个，我觉得跟做披萨差不多了，它这个很费时间哦。哦天哪，要下这么多油啊！真的好够呛。这个油应该是植物油，就是菜籽油，我觉得很香，闻到香味了。那我可能看不到它那个了哈，先这样喽，拜拜。